名嘴要注意自己是公众人物的形象，一举一动都会带来社会示范。像是名嘴江明清昨天傍晚开车载老婆，在台北市区跟一辆轿车发生擦撞，警方到场处理，发现江明清的酒测值是高达 0.35， 被依照公共危险罪送办。而江明清向检察官表示，中午的时候跟朋友相约吃饭，当时喝了几杯红酒，而餐后朋友开车送他回内湖的办公室休息，到了傍晚他认为酒已经退了，才自己开车返家，并没有酒驾的犯意。